特别快，但球种差不多。这个球挥空，之前哦，整个 K 攻的能力哦，真的是提升了很多。因为他是相当的完整啊，也让自己在投球球有更多。这个球好球，才往哪里送？走外角速球，一垒手正面的滚地球。前方的一个滚地球啊。又轮到第二棒的王正堂，他们要对决比较没有那个杀气在。黑球，红外野，哇，没有能够追到。红线哦，投在比较是推向反方向。但这个球有点反方向的挥击，中左之间的空档。我这一次塞速球，继续的对决。这个球咬得扎实，右半边的滚地安打，二垒上。不是全垒打了，但这个安打已经打回了，领先了一分。分打点的一次一垒安打，化球没打到。这个半局投的比较辛苦，投手正面的反弹球，一个弹跳进到了是。内角球出棒，右半边的界外，会讨论一下。攻直球，结果这个球打穿，漂亮。哇，这个球有点石头哦，投在比较偏高的一个位置啊、哦。其实很，因为球速并没有很不知道，他会看一下整个战景的一个载歌。哎呀，这个球比较明显了，偏高的坏球，四坏球保送。后退在界外区。整个球的一个位置啊，但是竹子还是没有捡，都是一样的位置。李宗贤在很多年轻的球员都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球还是坏球，满垒的情况。在昨天的比赛有全垒打，那今天啊会放开来投。第一个球出棒右边方向的飞球，野手往后退，往后。全部都回来！哇，前一棒没有把分，让统一要从一比一变成四比三分的一个领先。不过你完全最后变成只能够往中间送。王兆廷的一个保送开始。如果说啊，现在球队是四比一的落后，我想现在最好就解决掉陈庸基。球棒打成了内野的高弹跳球。庸基也非常的兴奋哈。那这个打击就整个就是情势大转变。这个高弹跳，这个棒挤压到左外野的飞球，最后是被下五分，目前五比一，四分领先。当三支安打，统一口气连得五分，打了一整轮。你跑垒上的跑者等待队友的这一棒哦。左半边的，我说没办法做一个休息的一个动作，喘息的一个空间哦。哦，这个球，三手接到之后行进间的。其实庸基整个拦的是他整个左脚的自由脚跨出去之后就没办法去做一个改变、啊、动不了了。对，造成前一次的打击在界外区遭到顿住。哇，这个球打的一个投球的一个策略哦，其实是不是非常的理想哦。点投手下球之后，哇，不理想。投手丘的斜前方，所以志坚下来之前面点，对，你宁可往左边往右边啊，就打得扎实，游击区的滚地球漏了一下，捡起来，弹跳没有掌握好，对，肚子这边碰到但球落，哇，其实看一下他眼睛的部分哦，确实保有后面追加的一个机会，再来一颗，哇。这一个球变化球，结果挥空三振。投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大幅度的曲球。虽然前面两个打击哦是三变化球出棒，右半边的偏高，这个球左外野方向的飞球，推到全垒打是一发满贯炮，一下子把比分给追平。两队轮流上演剧场。对。不是领先的状况之下，
投出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大幅度的需求，哇，偏高，偏高，胸口哦，是，哦，这个半局的四分哦，应该，因为这个半局，哎，比赛恢复原点哦，富邦第九位打者也打了一轮了，这球打得扎实，中外野方向的飞球，必有平手。前出了一个保送哦，带动了整个三个半局的一个。这球打得不错，左外野方向的飞球。接到球之后，顺势有一个滑压力在。前两次选。这个球，哎呀，手没有能够扑下来。就是今天游艇为最控制能力比较差的一个球种哦，比较可惜。外野的飞球先往前，再往后，很快的做手势，我来，但最后其实如果这个高飞球的高度如果超过夜间照明的，右半边接到之后，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是非常的清楚。那脚偏高，拉回来左外。内角这个球界内，哇，夹爆皮，碾压在内角的一个位置哦，顺势拉向左半边了，刚好就落在偏外侧的坏球。走外角这个球挥空，外角低的一个位置啊，平手的局面。不过二垒上这个跑，因为前面吞下两 K， 整个打击比较。这个接骨眼上面，你在投球再稍微更谨慎、更慎重。有机会单场两支满贯炮。哇，满垒。满垒。一次想要打一支满贯炮，没有人就是不可能哦。对。哇，古金龙也是很干净哦。飞球出棒，右外野方向的飞球打得不扎实，球落地安。哇哦，为球队打下第六跟第七分了，哦，打在棒头的一个挥击，平时的牛棚可能速度要稍微再快一点啊。方世杰个人的记录，单场六分打点，哇，看看有没有出棒。邱浩君，这个第一球，请到打者出棒挥空，三振出局。五局的一个。投球内容，虽然第五局还没有投完，其实一开打者是郭富林，林武卓偏高的球打穿，第二垒之间的传员打出自己眼镜仗，6-7，一分差。哇，在球速投一个卡的，对，一个卡的球投在比较偏高的一个位置。点，哦，这球速度蛮慢的，武卓自己下来接。前面我们看到，稍微讨论一下短打这个在球场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带动球的一个胜利的一个。这个球小飞球扑回去，啊，好，统一的进攻，这个半局追回一分，目前是。投手没拦到，在后面游走，哎呀，可惜。林权两针拿一个保送，现在靠着游击手的手掌的一个位置，没有确实的做一个接捕。他整个脚的横移的一个步伐也，这14天的一个居家隔离。天敌室外球保送，去询问到他的状况，说：“哎，那对台湾的天气、台湾的环境有什么应付比赛的状况？”所以可能会先下二军，然后去速球右外野方向落地安打。哇，这个 cut off play 是做的是了，没有把这个中继回传球好。哦，我连续两天林敬凯的中继传球哦都非常够，他多弹几次是哦，宁可平一点点，那进整个区前，哇，这个球挡到，但是再来看一下，蛮强劲的啦，尤其方向一个，然后记录上应该是给安打。这个球咬得扎实，中外野方向的飞球，但是正朝着三垒上的蒋志贤，靠着高飞牺牲打回来攻下。我，哦，后面还好，我，哦，投手有这个补位的一个动，后卫的一个补位，哦，这个东西就是，哦，投手的一个很。
那里的小飞球还是靠着手中球的威力，去这个球在右半边，我们再来接到之后拿胜头也不错了，是垒上的跑者，这个球直接进手套，运气就将这颗的饼面局打得都相当的扎实啊，只是弱点啊欠佳。现在竞争很激烈，想办法告诉这球打成了左外野方向的飞球。我想武多从去年五月四号对统一拿下胜投之后，走的一个投球的一个节奏，因为定的一个量那个认知哈。可惜这个偏离的球的一个位置哦。以及继续投球，这个球右半边，这个球真的没有办法穿越出去，在比较高的位置啊。陈东鼎最后选择用扑王正堂，王正堂今天个人四次打击两战下的一个先发的一个任务，我想应该落在45球，这个球右三打一样好，又是一个石头的一个变速球，王正堂是不是推向啊左半边，这个部分你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可能会很严重，对，有没有出棒，主审裁定弹性系数啊，球棒的弹性系数啊，中外野方向的飞球，球就 over 他的头顶，直接飞出这个400尺的大墙。哇！包括装备的研究啊，球的弹性系数、啊，个弹指的一个大幅度的曲球，落在外角平高。就蒋正本身的一些能力本来就是非常的出色。这个球好球，也让花花这个时间点可以调整一下打击的手感。这个球落地出界，挨打。唐兆廷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穿越他的手背的一个防区啊，划了一指。球一过去，两边哦，只能够继续往后跑去。哦，养成了。左半边，苏志杰，杰两个今天前面三次打击没有。这个球打成了一手附近的。这颗球轻轻松松传向一垒。要轮到苏志杰的打击，今天怎么上来怎么都被保送，四外球。说就是这样啊，明明就想要投给他打，可是偏偏就是投不进。右外野方向的飞球，接。一个直球，位置哦。Home run！ 本季第四轰，杨春炮。哇，今年郭富林的手感好强，7-12，三。哇，刚刚郭富林的这一棒，跟去年差很多。对。单价不便宜哦。哇，这个球绝。外角球继续飙速度挥空，哇，这个 timing 都比较晚哦，对，很惨哦。你说真的是要这个球变化球挥棒落空，本后的一个动作应该都会有所限制的。这个外角球，哇，又是变。打得扎实，右边方向的穿越安打。落后的情况之下，陈一文也没有闪躲的一个机会哦，直接往红中。4-10的打击率。哇，这个球挥空，直插球。再来，关键时刻再一 K。除了打击的表现以外，今天有几次的有可能又最少用球数，当然就是一这个球打成了三垒方向的滚地球，蒋志贤对一个放球的一定跟外野不太一样啊，哇，跑者的速度再快一点点，是人在空中的时候，对，一个动作保护自己保护手背啊，勉强出棒打成二垒方向的滚地球，接到之后比7-5的差距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胜利投手是。